肖战的《如梦之梦》演出到底还是结束了。3年的时光，72场演出，粉丝们无数次期盼自己可以去到现场观摩，有些粉丝成功了，但依旧有更多的粉丝没能得偿所愿，他们能够做的只有祝福。最后一场西安站演出结束后，在场的粉丝无不对肖战表达了不舍，因为从这之后，肖战再也不会是5号病人了，他可以参演其他影视作品。但从2021年开始，承载着粉丝们希望的5号病人将不再是肖战，那个可以在现场观摩肖战演技的平台再也不会有了。也许是肖战也明白粉丝们对于自己的不舍，在离开场馆后，肖战乘坐的那辆汽车开了双闪，慢行通过，粉丝们站在道路两边举着红玫瑰向他挥手，而肖战也让司机开得很慢。诚然，以肖战如今的咖位与人气，他最应该做的事情应该是结束了演出后赶紧上车离开演出场馆，毕竟私生很可怕，追车的人也不会少，但肖战就是愿意慢慢来，给粉丝们一个交代，告诉粉丝们他记住了那时的情。而现场围观的人群中不只有粉丝，还有很多主播和一些代拍，如果他们看到肖战摇下车窗露出脸，肯定会挤上去的，到时候就容易出事故，这肯定也不是大家想看到的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。就如同此前肖战前往米兰的机场就被堵了，到了肖战这个位置，一举一动都容易发生很大的事故，所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。肖战已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回应粉丝给予爱了，而为了庆贺，也是为了祝愿肖战的最后一场《如梦之梦》演出成功，粉丝们也是在场馆外送上了红玫瑰。那1005朵红玫瑰该是有多么盛大啊！这场凝聚了粉丝们心中爱恋的送花之行，在演出结束后也没有断掉，而是将这些花束送给了西安的消防、武警、特警、抗疫医护工作者等特殊工种，每一朵花都有了自己该去的地方，并没有因为大面积的花束而对现场造成污染和不便。那么这场同属于肖战与粉丝之间双向奔赴的感情，由那慢行的车、送人的花都能体现出来。肖战在接受《如梦之梦》邀约参演时，自己的处境如何，大家作为粉丝心中都是有数的。五号病人不仅是由肖战演绎，也是在给肖战一份救赎，让肖战能够以话剧演员的身份堂堂正正地立在舞台上，展示自己的一切。首战武汉场那满城的花，最终的结果是送给这些特殊工种人员，而最后一场西安站的花束，结局依然是送给这些人员。同样的一束鲜花，先是祝福肖战，祈愿他的成功，再是赠给他人，祝愿他们的平安，这种行为真的格外有意义。如今《如梦之梦》结束了，后续肖战被大家关心的问题就应该是何时进组了吧，毕竟内娱可不会让肖战的话题掉地上，期待肖战真正官宣新作的那一天吧，也期待肖战《玉骨遥》《梦中的那片海》和《骄阳伴我》播出的那一天。